山伊犁鼠兔二十年来受现身，被逮到了。这只毛茸茸、泰迪熊般可爱的家伙是濒临灭绝的哺乳动物伊犁鼠兔。1983年首次在中国新疆的天山山脉发现，但之后20年，这种猛虎就像消失一样，没人再看过。直到去年夏天，科学家才又在天山捕捉到其猛影。伊犁鼠兔体型娇小，只有约20公分长，长有大大的耳朵，灰色的皮毛上散落些许棕色斑点。最讨喜的是，它常有一张萌萌的泰迪脸。伊犁鼠兔主要栖息在海拔2800公尺到4100公尺间的天山裸岩区，估计总数仅约2000多只。中国已将其列为濒危动物。